回乡最近的所到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慈联毕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也是为您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联毕生公园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现场的电话5966449啦吼。哎，咱今日呢吼，唔知要找什么题目来开讲啦吼。啊，如果咱的师兄姐吼，啊，你若讲我有啥物灵验的过境，想要甲梅香你讲一个开讲一个也可以啦吼。还有你们有啥物菜单？啊，公万讲的讲吼，讲讲到无话好讲啊，就叫人开菜单互你讲安尼吼。我讲安尼嘛有理啦吼，来看啥物人要开一下菜单互我者吼。啊，讲。哎呦，你是要讲啥？还是讲吼梅香师姐？我即马要想讲吼，啊，我有啥物一挂问题吼？啊，有啥物吼需要吼？啊，做服务的安尼，这拢会使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我无敢保证讲吼，我讲的都是很 OK 的啦吼。但是我会尽量把它讲很 OK 啦吼。修整一下吼，感恩我们的陈师兄啦吼，在网络上吼。啊，感梅香呢？这个节目哦，又经过你的哈、哦、好言好语哦，把喜结善缘梅香所讲的内容，然后啊，你有赞同，我也很感恩你，然后感谢咱陈师兄了，谢谢你，然后来今麦来听这段献曲。Bye.
知，有人出菜单两张。哎，第一张菜单先来回答一下哈。你讲哦，梅香师姐，我问你哈，修行无食菜，敢有算修行哈？啊，那哈，啊，就讲道教无啥物在推广食菜呀哈，但是佛教嘛推广食菜，哈，啊，一贯道亲嘛是推广食菜呀。但是我大概叫王请，我拢读个一直摇了，一直摇安怎？你讲，啊，都办四五十块多嘞，我啊看起來，啊，他两块寿司嘞，嘛坐无甜呢。安尼，咱台湾在讲到食草食菜，我看看起來提倡也是不是都一趴线都无嘞？安尼修行，敢真正都爱食菜吗？这第一张的菜单，第二张的菜单，这讲到讲修女他们的奉献，啊，我们的那个佛教，还有的道教，很多教，在医院里面呢，做奉献的很少，比较少了哈。伊讲啊，这是安那，咱应该是无够努力，还是咱的爱心无够？也是咱的，吼、哦，咱讲修道，也是讲修心养性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修到胃底去安尼。哦，按、啊、这两张菜单可能就讲真久啊，吼、哦。第一张菜单，伊讲咧毛利咧，吼、哦，伊讲，还带园林啦，师爷讲，常常拢会问我讲，啊，你都拢足爱听那个梅香师姐的节目，啊，你嘛总惊到嘛，惊到足认真咧，啊，你敢有食菜？伊讲。啊，修行敢一定爱食菜，系啊，修行唔是拢爱食菜吗？啊，伊就甲讲啊，伊讲，敢有影讲修行拢爱食菜？啊，不过我去用请，我看四五十地拢食粗的呢，两地素质的坐无甜呢，安尼遐唔拢无修，安尼台湾都无一趴线的修行的呀。那既然大家拢爱食菜，他有一趴线的修行？无咧，我那甲看安尼无，我大概去用请。哦，就是讲人咧办喜事结婚诶，我去用车，都看到都拢安尼啦，也无较假啦。好、哦，来来来，我听到我那爱笑咧，有影哦，这我是捌拄着嘛，是有影吼、哦。修行不要被绑在婚事之间啦，修行唔免讲甲绑伫个假婚啊、假数迄个中间，唔免被绑。也不要绑在那里，真修要在认知跟态度上的改变呐、啊。何谓道理呀、啊？何谓道理？讲人知，吼、哦，人知，讲万人广修戒定慧啦，吼、哦，药师大愿功德力。但是三千界内慈悲主，百亿周中大法王，吼、哦，愿开莲。愿开莲目，见凡情，众生有求皆必应呐。微妙正觉药师尊，三职果满不思议，十号名称五顶轮，二六圆门因地法，必称上好高中院，慈悲法海切难量，功德山高。赞万良，哦，赞万良，佛面犹如净满月，亦如千日放光明。依公普照一十方，喜舍诸比皆具足，佛心充满依法界，普现一切众生前。虽然复感迷不究，日行处处菩提周。另外一个讲万人广修者嘛。啊，修戒就是戒定慧啊，吼、哦！但是在咱台湾来讲，真的啦，啊，那像咱的湾里面师兄讲的句话啦，吼、哦，修行敢真正都爱绑伫个食菜啊、食素的，啊嘛食素甲食粗的这个顶管吗？吼、哦！但是吼、哦，我们这些今个都在讲的这种师门吼，是咱的吼、哦，药师佛菩萨。药师佛菩萨、哦、他讲的，但是人说三千界来诸比主
百亿朝中大法王，愿开莲目感凡情。吼、哦，甲咱看这世间的凡情啦、啊，讲众生有求该感应啊，但是微妙正觉有师尊，三智过万不思议啊，十号明清无定论，二六圆门因地法，功德山高赞万量，佛面犹如净满月，喜舍诸比该具足。哦，这就是咧讲啥？咧讲佛心充满于法界啊，普现一切众生啊，伫咱面头前，吼、哦，只要普现一切众生，随缘互干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常咧讲，人要做菩萨，嘛是要有菩萨果啊，无要对啊生菩萨，吼、哦，何为道理？人人拢会晓讲啦，但是要做到吼、哦，真正无几个啦，吼、哦，无几个啦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说你这一辈子为了什么这样？你这一辈子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你安尼想无？我这世人哪会安尼？吼、哦、啊，唔知偌久的下几世人，顶迄个以前，吼、哦，你阿未来世间出世，你唔知出世过几十摆所造成的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、啊、咱这世人哪会安尼？吼、哦。啊！是偌济世人以前，咱共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吼果报，有福报的嘛是几世人所累积的福分呢？吼、哦，如有所报，哦，也是几辈子所造的恶业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修行唔当去白在分数的当中，在咧论修行啦。吼、哦，真正若食素心肝好，吼、哦。啊，食错心肝拢歹，安尼咱世间有九成心肝歹，因为一成食素呢，无较低啦。我就甲你讲过啊，咱定伫电台咩啥物讲过啊。真正你啊食菜迄天哦，像讲我都食十斋日啦吼。我家己嘛坦白讲哦，我是食十斋日，我无逐工食，吼。但是我食早斋，吼，食十斋日。但是若拄到十斋日出嚟吼，真正有时啊找无素食店，真正足歹找个啊吼。啊，所以就是咧讲吼，啊，就这么讲十成，咱十成人类吼、哦，有一成食素，啊，九成食草的，啊，安尼大家拢爱去阿鼻地家啉咖啡啊，大家嘛爱去阿鼻地家啉咖啡，因为若食素食就袂使，来食素食较高级啊，吼、哦，较自卑，吼、哦。啊！那食菜的，食菜有猪鼻；啊，那食草的就无猪鼻；啊，那食拢该死，那完蛋。为什么？因为所造成有福报，也是要几辈子所赚积的。啊，咱一支嘴呐，较善良的讲好话，对不？啊，咱食卖去食迄个啥？卖去食迄个讲我足爱食，你太好我食，安尼就好。我定下讲的一句话：不为我食，必不为我食，不见食。不见食，不为我食。卖讲吼，我今日要去互恁请，我甲你点菜。哦，我要食啥？要食啥？拢爱食青的。吼、哦，这个就不符合迄个逻辑呀。人煮啥，咱食啥。我把拄到出家师傅，啊，这个不是诽谤哦，是真实的。出家师傅来，我要食饭，我叫伊讲啊，师傅啊，一起来吃饭。吼、哦，阿姨讲。阿姨讲，够方便。我讲方便啊，你来看，那方便你就吃，你来甲看。啊，头前面有菜，啊后边面是菜。我讲师傅没有关系，咱这种用夹子夹的，不会去给你掺到。啊，你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不破罪的话，你就吃。啊，人看看讲，好、啊、，OK， 安尼人人都吃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叫做随缘呐，哈、哦。来到多位啊，吼、哦，随缘哦，安尼咱都无遐执着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被绑在吼、哦、分数上面你的执着还是心很重的话，吼、哦，所以人讲，人世间没有一样不公平啊，贫穷，吼、哦，还是说，吼、哦、富贵，有的人讲贫穷孙子，吼、哦、孩子生很多了，但是富贵求子难。有安尼无？有啊！善良人囝呢，遮济，吼、哦，一天生一个，你捌拄着人生十几个无？吼、
生十几个，遐阁无算啥哦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看到，吼、哦，一个矮狗，吼、哦，爱娶一个青梅，吼、哦，这个翁婿是矮狗，圆圆乌乌安尼，啊，这个太太是青梅，啊，拄好两个吼，拢是残障的，但是吼，都青梅都算残障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矮狗嘛算残障，但是牵三四个囡仔呢，一个爱的头，一个爱的脚只偏哦。伊嘛不要去讲吼，要甲节育啊是安怎？反正有就生就对啦。两个一个囡仔吼，用乖啊，互因老母压吼，啊，伊就甲牵因老母牵做头前，两个对后壁佫爱一个，安尼有四个啊，吼，你佫甲看吼，啊，有腹肚又佫大啊大，安尼就爱佫生了就五岁安尼。所以咱第日讲吼，病情。为什么孩子生很多？为什么孩子会生很多？贫穷孩子生很多，但是这个孩子以后好好的教，他会改变他们的哈、哦、这个生活方式。有改变无？有。好、哦，我今麦讲这是真人实事啦，都单处了。好、哦，咱今麦来讲，中正大学，诶，遐就是一个单处了。好、哦，啊，阮就住溪底坡啊。啊！伊上接去阮遐分呢，都安怎讲？分有伊就较接会去啦。迄阵啊，我十几岁啊，拢捌代志啊。去，阮妈妈会限制互因啦，要爱限制互因限制，要爱米互因米啦。有时啊，佫会摕一寡咸的诶物件互因啦。啊，所以他伊若来遐分，第口罩绝对侪拢是去阮遐较侪啦。吼、哦，啊，阮妈妈拢会互伊啦。但是阮妈妈会甲问啦。哎呦，啊！你囡仔生遮济，伊讲我都伊都要来，我喏发多，吼、哦！啊，要来我都好生，啊！伊嘛袂晓讲要去节育啊，是安怎？啊，一个矮狗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比，一直比，阮妈妈嘛看无，啊，看无就看无啊。结果生两个查甫的，两个查某的，吼、哦！后壁迄个我都唔知伊生查甫啊查某的，因为迄阵啊我都出来外口，吼、哦！啊，做工课学做他们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定咧讲吼。富贵求自然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你就不会说老天不公平啦、啊，哈、哦，啊无咧，台积电伊嘛是足好个呀、啊，富可敌国啊，但是伊都无囝，伊都有钱，但是伊都无囡啊，迄叫做富贵求自然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、哦，我们要这样看这个人世间呐、啊，公平不公平？无公平，但是。这个人世间确实有贫穷的囡仔，足有路用的。因一个后生哦，去十几岁啊，就跟人去学啥？学修理学倒摆，一个去学修理车，一个去学修理学倒摆。结果人两个拢开店，替头家看到这囡仔真乖，透早就来，吼、哦！啊，伫迄个所在咧学功夫，真紧就学会啊呢。去做兵当的尔，人个头家就讲：来来来来，我这间店给你。对不？早嫁先煞嫁你，我老啊，我退休，人从咧工厂人，下这个学倒摆店做甲好细当当，人接一个矮狗的，甲一个青梅吼，从咧拢总唔免去改分啊，人迄囝财政啊，人读有我读册啦，读国民学校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阵啊较早这种低收入户的，这种读册拢免钱啊，吼、哦，阿妈足济人咧甲救济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不要小看这个。善良人的家庭，善良人的家庭会出着好子孙呢。迄查某囝嘛拢足敖的呢，查某囝嘛大拢足乖的对啦，免安怎教足乖。因为看到一个未讲话老爸，一个无看到的老母，伊嘛知影讲要挣扎，要怎么挣扎？要挣出一个路来，才能够让这个家庭吼，卖讲荣华富贵啦，上无食饭，唔免讲透风落雨，佫出去奔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在讲贫穷跟富贵的分别啦。好、哦、啊，不是安怎分别啦？好、哦，富贵求自然，有了安尼想法，你就袂讲啊，天公咧无公平，天公你若遮无公平，安尼啊，都无钱咧生平济，啊有钱咧拢袂生。好、哦，这嘛是因的代志啦。这个我们不去批评啦。哈、哦，所以讲世间发生的事。都不是照你自己的意识而发生的，哦、你要相信啦、啊
吼、哦，所有的代志拢爱有吼、哦、观精，即个讲，因为你观精因嘛，吼、哦，然后再顾后果嘛，你无观精因，你要哪知影后边结果是啥呢？后面的结果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所以有前因必会有后果嘛，吼、哦，这正负能量平衡的重要。好，什么叫做正负能量的平衡？人生为何哈足忝？讲人类啊，真的很累。哈、哦，所以人讲哦，你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，什么都是真实的。哈、哦，但是你必须要学会放下。就咱咧讲啊，譬如咱常咧讲，人爱代替大悟真难呐、啊。但是每一天拢有一点点啊开悟。是可以透过每天遇到善知识，或者亲近，哈、哦，这个善因，哈、哦，或许也会想通一些道理。所以传染病啊，哈、哦，传二十六年啊，吼、哦，有淡薄成果出来啊。我看到了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，哈、哦、啊，在做工，做工我们不叫他们迷信，我底下讲啊。怕恐，我就要怕让你有正知正见正能量、哦、不是说年轻人、哦、怕恐叫做迷信，年轻人怕恐他可以去转化他的能量，他会去转念、哦、去转念、哦、他从这个时间起开窍了，提早开窍，不是到有四五十岁，以前我们的孔子公公的、哦、说五十知天命，有的跟五十坏事都不知道做多少去了，对吧？现在如果二三十岁就会知天命，我跟你说现在国家就很有希望的啦，家庭就很有希望的啦、哦、所以不要到五十知天命啦，三十就要知天命啦，所以一生呢当中遇到、哦、什么样的事，你必须要去转境啊，你要去转境磨练过去、哦、所以你过去 有一些不对的，你才会有境来考试你，磨练，磨练过了才会不断的去思考。你无去用磨练，你要哪去思考？哈、哦，你就是经过磨练，甲你磨，你就会一点一点的去发掘人间苦因在哪里，从何而起。久而久之，就会安心立命了。久而久之，你就认命了，你就安心立命了。就袂讲我问天，我问天，就袂去我问天，不再问天，只问自己。哦、不再问天，只问自己。能转念即可转运呐、啊。会当转运，是一定爱先转念。啊，你先转念，才会当先转运。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！这正负能量得放伫底，敢放伫食菜，甲放伫食草的吗？对不？人个囡仔若教有好，人伊个结果嘛真好啊！不管伊是青梅啊、矮狗，人伊嘛是后面，他们也是一家团圆，非常非常的 OK 的。哦、所以讲吼、哦，修行唔是去用白底食荤甲食素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。咱那个师兄讲的吼，讲去红请你也较注意一下吼，啊办几块车的吼，啊办几块数的吼，啊结果数的安怎坐，坐有几个吼，啊车的安怎坐，你就知影讲无一成食菜啦。啊你讲道教这六七，唔是道教六七，吼道教是求一个啥大道法自然，道教是求道法自然。道法自然的上天给你这，给你这所有的虚的水准，就是要用民的。所以古早人，吼、哦，咱的这个，道宗内底就有写一句话：上天所降的这所有的，吼、哦，六畜，吼、哦，也是这虚的水准啦，吼、哦，拢是上天降落要给这子民的啦，要给这世间人吃的啦。啊，你也安尼讲，啊，美国人拢食牛啦，啊，无就是食一寡那花鸡，有诶无诶。美国人无人咧食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信基督教，伊嘛无咧食菜啦，啊，那遐唔拢阿哩爱清杀，遐唔无甲一个主比诶，唔拢歹人，对不？
你甲人活到那天长呢？咱台湾人敢有通安尼？咱台湾人家己拔家己呢？家己拔家己，为什么？家己欺负家己也唔知啦，家己拔家己。天生万物以养民呐、啊，人傲一身回报天啊！这句话甲记咧啦。天生万物以养民，人爱一身回报天。你若有一身的善念回报上天，你甲食草的拢不要紧，但是都不为我杀，不见杀。啊，卖食迄个里里扣扣的，卖迄个天顶飞啊，要食海底兽的啊，要食吼，食甲有毛，食甲脏水，无毛食甲清腿，咱卖安尼。你就甲当作讲，我就配菜，我就一碗饭食，我就无两汤匙啊饭嘞，对无？青菜硬一碗，啊，若看人滚猪肉，甲硬一袋啊，安尼尔，我嘛无食济。啊，你叫我讲平常时啊，去餐厅红请，我嘛唔啦。佫一样，会叫我去对啊食好料的，你去买啥物钱的，有诶无诶，啥物顿来我拢唔食啦。为啥？那个我都不吃，餐餐呐、啊，除了三餐。食饭配菜以外，食食斋日以外，剩下你要叫我食啥，我拢害头啦。为什么？迄叫做食朴素的，迄毋是食三顿的。食三顿的是正当你爱食，第一人爱顾营养，第二爱身体好，第三你才有在做代志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我毋是铁器。啊，你咧讲道的人，你无食菜啊？我无食菜，谁也袂使讲道呢啊？吼、哦，无一定哦。好、哦，阿爷讲吼，大师级的吼、哦，啊，有的咧讲的吼，讲哦，得感恩师父，赞叹师父，伊不一定食素食的，我刚刚该讲啦，他不一定吃素，吼、哦，唔是用这个素来拔人，什么叫做修行？修心养性的叫做修行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大家食菜拢好心，啊，无迄个食草拢歹心，啊，那安尼高声食草的，啊，那安尼这个社会就乱呢。对不？即个餐厅所有的电视咧广告的，吼、哦，迄沙白鱼倒是偌好食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啥物款的迄、那、条、個，迄、那个大螃蟹啊，啥物蟹，哦，大啥物皇帝蟹啊，啥物蟹，我唔捌去食，所以我就未晓讲迄个啥物蟹啦，吼、哦，迄只大只，啊，一只爱几啊百块，人嘛咧食，哎呀，唔得，拢爱该死啊，吼、哦，拢要食活的，龙虾嘛要食活的，啥物拢要食活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遐唔都害呀！遐那教恁这食素讲啊，讲啊，遮唔害了了啊！不是这样子啦。天生万物以养民，人爱一身回报天，最主要是爱做好事、做好心、铺桥造路啦。吼、哦，唔是无你甲问迄个家己行善团啦，吼、哦，家己行善团拢大家伫遐咧摸索啊，大家伫遐咧敲阿摩陀遐啦。你甲问看有住宿之类无啦？无啦。因为捌伫阮江的煮十外工的，我拢有去甲看啦，没有啦，有煮一半素食的，一半粗的啦，同款啦。你爱用做人开，嘛爱有油车啊，无你是要叫人安怎做？所以讲吼，阮林的师兄这段我讲完啦，吼、哦。较早吼，这个南怀瑾吼，伊有讲三句话啦，讲啥你知无？伊讲佛为心。道为骨啊，如为表。咱爱大度看世界啦，吼、哦、爱大度看世界。机在手，机个在你的手啦，吼、哦、能力在你的心啦，书在你的脑啦，吼、哦、从容过生活，从容过生活啦。三千年读书，不外功名利禄啦。讲三千年读历史啦，不外功名利禄；九万里五道啦，终归西周殿衡啦。无较早遐作诗的吼，遐、哦、诗人啦，你敢问嘛？敢问看卖啊咧？是讲伊死啊，即卖问袂着。吼、哦，伊较早食素食啊，食粗的。所以南怀瑾先生他讲的三句话，我很赞同。佛为心。道为骨，道心为骨，哈、哦，佛骨也是讲佛骨道心拢好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如先啊为表，表腔都、就是爱会晓嘛，
吼，带你巴肚爱有爱有爱较宽咧吼，看这个世界，技艺在你的手，艺在你的手啦，吼，能力在你的身躯啦，吼，啊那是那是讲智慧在你的头壳啦，你爱会啊从容过生活，三千年的读册，吼，为着啥？伊讲三千读书啦，不过是为着功名利禄嘛，就是要来考状元呐，要来考状元，要来上京考试啊。啊，无那都爱三年寒窗，四年寒窗，爱去读这些册，嘛是为着功名利禄。啊，这是南怀瑾先生讲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伊讲吼，你读册读三年五年啦，吼、哦，这认真读啦。认真地读是为着啥？敢毋是为着要来上京考试，为着要来去考功名利禄吗？啊，像咱即马读大学、读硕士、读博士，敢毋是为着功名利禄读个？为着啥？嘛是为着咱会比人较精进啊，吼、哦，比人较牛啊，吼、哦。医生嘛是为着啥？为着赚搁较济个钱再考医生啊。但是无医生搁袂使，咱人也破病，无医生搁袂使，吼、哦。这个呢拢需要啦。哦、我们没有，所以他说要用大度量去看这个世界啦。这个世界什么款人过什么款的生活，我们都没有权利去介入，咱拢无权利去介入。所以今嘛人啊，人问你，哦，师兄人啊问你讲，啊你都拢这个走庙，这个行庙，啊你有食菜无？咱拢卖个引导好，用个笑的都会使。用笑的就好啊，甲微笑一下，讲好好是吼、哦，哎，我会尽量安尼。啊，你若讲啊，一定爱食菜才是修行，安尼好啊。安尼后壁九成才转倒啦。嗯，大家都嘛去食牛肉三分熟，五分熟较济。啊，要搁食一火鸟咧，出国咧要搁食一下哦烤肉咧。你若去韩国烤几盘的，啊去日本吼、哦、韩流若无食，你去日本要通的。吼、哦，去日本干毋是为着安尼要食较鲜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你若讲吼，到时分量机载过，就算讲一台分量机满两百几个啦，吼、哦，你甲问，你啊带去甲访问啦，到底坐伫个分量机顶悬要出国诶，你甲问看伊几个食素食诶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不要再谈素食的事了啦，吼、哦，修行不要被绑架，不要被框架在荤素当中啦 ，OK 啦，就安尼啦。站在无尽遥地的仙园内，离咱母子真义道，如今两字红字包下当土，至今已经六万外冬，何时才肯回心转意？来母娘的身边呢，
这地叫做观影秋子啦，吼。啊，即马换闽祥的师兄开这张菜单，即马开菜单吼，是讲啊，这德雷莎修女吼，人一种德行。啊，咱若要讲甲人比，那么比啥？哎，无在比啦。德雷莎，我也是德雷莎修女，我是非常尊重的一位现世的啊菩萨。好、哦，啊，人咧讲正言法师嘛是现世的菩萨。好、哦，啊，主要是哈、哦、啊有在做功德事的，都是现世的菩萨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今话咧讲，哦，江山盖大，哈、哦，主宰要讲起。主宰冈山盖大，好，但是德雷莎修女呢？她是在一个最贫瘠的地方，哦，伊连迄个吼，连迄个什么奖啊，哦，连迄个和平奖啊，伊都甲袂掉耶，和平奖领倒来，尔伊都甲袂掉。有人要甲买这个和平奖嘛？那有你甲买去，这全部拢关了难民，关了这艰苦人，哦，这德雷莎的精神呐、啊，伊讲修女。跟随多雷莎，还是讲咱台湾的吼，什么医院都是吼，咱天主教病院啦，是安怎啦？咱有去看到这种吼地白无爱啦吼啊，咱看到就知影，地白无爱不是护士在提的啦，吼护士是学者的吼啊，咱要讲的讲修女啦，吼修女吼啊，护士呢嘛是地白无爱啦，吼就爱心啦，吼白就是清白啦，爱心。但是呢，吼，咱闽南的师兄，伊虽然目睭无看啊，吼，但是伊讲我目睭无看，都干那会啊耳节目来听尔，剩下拢无啊。电视我看无啊，吼，电视看无，咱会使用听声就好啊，听声卖看影就好，俺嘛是会使看。伊讲俺道教爱搁加油嘞啦，吼，道教爱加油，道教吼爱搁吼真正，吼，啊无咱。道教吼，安怎拄安怎？我讲道教有影，爱加油，吼、哦！加油就是讲，即个吼团队啦，吼、哦、去做爱心的团队，唔是无道教呢，有呢，吼、哦！只是道教伊无做现的工课，道教伊是做啥暗的工课，他没有说一定爱吼，把这个道教撑出去，吼、哦！我就是道教的啦，我道教的啦，吼、哦！所以我今日来才做义工啊，吼、哦，唔是安尼哦。嘉义兴善团嘛，道教的，哦，嘉义兴善团嘛，道教的，啊，伊一世界台湾全省所有的桥，大概做风台，对，啊，政府做的，淹了了，啊，但是嘉义兴善团做的，逐条桥嘛，拢无损失，这就叫做无偷工减料啦，哦，无去用抽三成，无偷工减料，哦，所以佮讲。嘉义兴善团，伊嘛是道教的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来遐不熟的，遐嘛全道教的呢，吼、哦。你像讲阮真个参加加迄个嘉义兴善团的，都十几个啊，吼、哦，客底铺啊嘛足济啊，吼、哦。大家拢去参加兴善团啊，不熟啊去敲锁啊，吼、哦，啊去打锁啊，吼、哦，啊去遐滴倒空，遐嘛拢是个拢道教的呢。道教伊袂像人讲哦，我都一定爱穿什么制服出门，吼、哦，阮则是来遮咧做铺桥造路的，啊是讲，阮一定是穿衫来多一间服务间效劳，安尼阮才是道教的，啊来发扬一下道教，唔免安尼呢，道教原来是点点啊咧做的，足济啦，铺桥造路咧铺路的嘛足济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道教伊较袂去宣扬这个，吼、哦，讲我做偌济爱心啦，吼、哦，啊对呢。道教较无经费，道教你若讲要钱摸出来，甲人讲哦，道教都干呐有啦，有经费也太济啦。你像，只要台湾全省啦，吼、哦，台湾全省只要拜托你讲较兴的，吼、哦，咱讲杭罗地也好啦，指南宫也好啦，吼、哦，还有迄落屏东那边也好啦，都有三四位的，好钱也拢足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白沙屯嘛。今日要讲起来，这几工啊拢钱袂入去啦，吼、哦，人真正吼坐家吼，因为这几工啊拢休假嘛，啊，指南宫嘛你钱袂入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只要讲是会当去啊求财的，会当求平安的所在啦，吼、
拢真袂入味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讲咱人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甲看？那我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指南宫我头一届去的啦，长啦，长我头一届去的，吼、哦，头一届去指南宫，哦，白啊吼，真正是金光强强棍，乌鱼炒米粉，人有够多啦吼，佮、哦、一样就是啥，吼、哦，迄帽啊拢戴金的呢，啊，遮大块的金牌安尼吼，三尊安尼，菜池安尼，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呢，我去嘛是用手甲拜拜呢，用香三层甲拜拜呢。我讲伯啊，我拢无甲你求啊，嘿，吼、哦，我讲伯啊，我无甲你求，我今日是来遮甲你参拜，吼、哦，头一届来甲伯公啊，你结缘，安尼尔，啊，安尼我就走啊。为虾米？唱诗地人讲较歹听咧，阮家己供的嘛是有财神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毛毛我有财神，毛获得正神，毛咱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但是我拢是讲，你若认真，天就赐你。你若无认真，你甲讲起啊借钱啦，吼、哦、用跋杯呢，啊连续跋三杯呢，跋三杯到他借钱呢，该借债啊，吼、哦、唔知包几百块我是唔知啦，啊多番地都爱底下跋三杯才有啦，哦啊大家底下排队底下咧跋杯，伫要借钱啊吼，伫要借迄条白啊的钱啊咧，我看看我嘛活着都惊，为虾米？因为这个吼、哦，我觉得咱人认本分。第一人认本分，功德量若做有够，天就报你啊！吼、哦，功德量若做有够，天就报你。你的良知若做有够，人就听你。你的道德若做有够，包括你所有的今日是谁，人拢该顾好好。真正，都这两句功德啦，千两斤万两银，你都买袂到的，就是这两句功德尔。所以都唔免安尼弄，吼、哦，安尼弄个安尼，唔知你弄安怎？哦，什么世间人我嘛袂晓讲啊，吼、哦！但是呢，家己拢无妄心，我想看卖，咱做偌济啦，你想要共得偌济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无认真，啊，要对来成果呢？你没有认真，哪来的成果？你没有用功，哪来的效果？当然没有啊！但是咱家己拢，哎，就是我若看到拼单，有时阵我甲老板妈。伊看我，我看你，六爸妈看看，伊笑笑，我嘛笑笑，啊，骨落唔知要安怎讲。所以这就是咧讲人哦，问个代志拢足笑开，啊，所以讲真正有代志诶，吼、哦，要问诶，六爸妈足认真查，也足认真甲你讲。但是呢，迄个吼安尼，有的没有的吼，一、哦、看一看看，伊拢害头，蛮爱笑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世间人。世间人只求好，干那求好，求伊要好尔。但是伊拢唔知伊家己，伊家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他做了多少功德事，他有没有认真用功？真正，这嘛是一个迄路啦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闽南的师兄咧讲，道教爱加油。其实道教嘛有在做，唔是无在做啦。吼、哦，只是无像人讲一定爱参规定吼，啊穿规个制服。安尼再去做啦，其实道家有在做，吼、哦、文化也很好，吼、哦、就我敢讲，有足认真在宣扬的嘛有，吼、哦、啊那讲即所有的吼啊这个宗教，咱嘛卖去比上较大，嘛卖比上较小，吼、哦、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，你认为什么样的宗教好，你就去信，信了以后就是要抱朴所依呀、啊，吼、哦。就是专职啊，破收益，绝对唔通讲哦。信信啊，再过来换。哦，我咧去对啊，唔好，我过来阁换出来，我过来换五角换透透，结果也是安怎？同款归零，迄就是你的心无定。所以我今天的菜单就回答到这里啦吼。啊，咱啊，如果讲有需要，没想做服务的啦吼，啊，咱的孙爷孙姐。没关系啦，开玩，这我唔是咧讲用开玩笑的部分来讲的吼，是咧甲咱讲人嘛，真的，家己爱先提亲啊，先亲看卖，吼、哦，家己的亲啊，先亲看卖。你有几扭重？啊，你的扭数有偌悬？啊，你认真有偌济？自然上天就会甲你斗三工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讲亲啊，家己唔亲啊，常常拢。你问我讲，阮囝拢闭喺内底唔出去，迄我就真正足
我就足悲哀啦，我都唔知要哪个要哪个因啦。哦，这就是即嘛，这个社会啦，足悲哀的代志呀。来听一下数天数。今天所收听一段真好听的吼，来，今天给咱进一下广告啦吼。出天必生功的吼，诶，香品啊，香油款、素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、三高宝，或者是讲啊牛樟芝啊，吼樟芝王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甲三高顾好，吼、哦，变做钱也是有，啊，就讲了爸母遗传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甲食三高宝，三高宝呢最主要吼、哦，会当互咱平衡三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血油较济，吼、哦，你食三高宝嘛，嘛同款，吼、哦，伊迄就是纯粹的。植物诶，植物性诶，吼，萃取诶，吼，植物就是用咱诶北冬虫夏草，冬虫夏草，吼，安尼落去植物萃取诶，所以讲这食素诶拢会使食，然后食草会使食，食素拢会使食，甲你清肺油、清肺带刷落去，甲你降咱诶这个吼，啊，咱讲胆固醇以外，啊，佫会当互你平衡三高，平衡，吼，会当平衡三高，包括啥？包括吼糖分啦、血压啦，你早上吃三颗，好、啊、晚上吃三颗，
这样就很 OK 了。好、啊，你也加一针嘛，了了再去加三粒，剩咧就甲留咧，就保养就好啊。好、哦，但是爱加一针嘛，互平衡噶正常安尼。所以有时阵吼、哦，咱若讲好物件爱甲恁介绍，像健步灵，真正足好用诶，健步灵。吼、哦，健步灵咧吼，伊、哦、有足特殊诶物件吼，所以讲健步能，大家食大家学落诶吼。啊，买个管上一管啦吼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咱诶即个。好、哦，三高宝嘛是买五罐送一罐。好、哦，阿咱也是这个牛樟哈、哦，牛樟诶，迄条用食诶，好、哦、用食甲用淡诶无同啦，吼、哦、用食诶，好、哦、嘛是有送啦，吼、哦、五罐送一，五盒送一盒啦，吼、哦、五盒送一盒。好、哦，咱以上这拢是算广告啦，吼、哦。阿咱也都有咧顾目睭，叶黄素哈、哦、啊，慈天观世力真的很棒，很好管用啊，很适合啊！咱即卖人吼、哦、爱看手机啊，就加减么甲食啦吼。来，拄则个有人开一个菜单，伊讲梅上是一个拜大神，敢会使拜神礼？哦，我是无赞同拜大神拜神礼啦吼。哦，这个拜大神拜神礼拜，会拜迄个玉皇大天尊啦吼，也是讲拜三官大帝啦，吼，也是讲拜足悬的神。我是无感觉讲拜神礼是好个代志。哦、我感觉讲，迄鸡甲抬伫遐吼，安尼，伊嘛足唔甘的啦，伊嘛唔甘去甲食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拜大神卖拜神嘞，吼、哦，香花烛，吼、哦，香花烛，就是有香、有花、有竹、有水果，吼、哦，啊，勉强就是啥，吼、哦，栽培、栽培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啊。烛香代表叫做吼、哦、信仰，烛香，咱咧拜烛香，就是代表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仰请。所谓神圣佛菩萨，人甲神照由香烟作为交通的信号。吼、哦，献花代表自然清净，吼、哦，献净呢吼、哦、代表顺化、光辉照耀，吼、哦，圆融，吼、哦，圆融普化的意思。献茶呢，吼、哦，咱个三杯茶，献茶代表清净、诚心敬意。献果呢，就是新鲜水果，代表素食吉祥啦。金箔啊，就是讲一金啦、啊，金代表咱的心意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赠送盘仪嘛，贡品代表人情和义理，吼、哦，请神立向啦，吼、哦，请神立向。啊，咱会当阁加一个啥物财源，你知无？桂圆代表贵重圆满，冰糖代表冰清玉洁，红枣代表喜乐长春啦、啊，吉拉饼代表吉祥如意，当归糖代表长夏清爽。金针代表春明金黄啦，木耳代表心静意顺，香菇代表香气缭绕，吼、哦、啊，冬粉代表川流不息啦，莲子代表炎化天心，青茶代表甘味留香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就是酒，吼、哦、三杯酒三杯茶，吼、哦、春酒代表天之美乐，红圆代表喜庆，吼、哦、寿桃寿面代表长寿康安。哦，饼干嘛代表，哈、哦，春雷生辉，金箔啊就代表财气，哈、哦，富禄，苏文代表所求顺应，心灵强干，安尼就好啊，哈、哦，唔免讲拜个安怎，我拜好年我嘛是拜安尼就好啊，哈、哦，饼，哈、哦，果类，即个什么，哈、哦，即我拄只念啊，即个拢是啦，哈、哦，我那咧拜好年，或者咧拜神像、拜圣庙，我拢是拜安尼啦，哈、哦，咱定咧讲吼。生理，生这个理就是酒啦，酒上有生意啦。当底下讲敬酒，无酒不生宴嘛。啊，既然无酒不生宴，这是一个拜神的规矩。拜神规矩需要献酒三杯啦，拜祖先嘛爱献酒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上香祝果的时阵吼，祝表的时阵吼、哦，咱道教都是安尼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无讲吼，大家拢去拜迄个吼，安尼太甲偌大只啦吼，咱甲大寮无同啊。大寮你来去看，伊拜妈祖，迄鸡尾拢无错，吼，啊，迄鱼仔尾嘛拢，迄个鱼仔卵拢无拍。来，今日个节目吼，时间到啊吼，啊，伫遮祝福大家吉祥平安啦吼，啊，今日拜三，会当连线啦吼，啊，欢迎来慈天必顺宫结缘啦吼，伫遮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